什么歌啊？我很好骗，就像没来过这个世界。我很好骗，那几种吻千万别留恋。我很好骗，人再无情也至少有底线。非常谢谢苏慧伦，哇，请往后往后走，好吧？我要离开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现在是换我们了哈。上半场是你，下半场是我们。好，那我走。好，请走。好，下一首是我一个人住。好，很开心呢，请到你们。可是我刚刚忽然有一个感觉，请嘉宾真的要慎选呢。为什么？出场声也太大声了吧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你们夸张。我们只用了30%而已，大家就这么疯狂了。对，没有，有一半是那个歌迷，是我们自己歌迷，是你们带来的，是我们从部落，我们从部落坐游览车上来的，坐游览车来的，对。其实我们在幼稚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苏慧伦还没有出道，然后一直到国小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也还没出道。一直到高中的时候还没有出道了。好了，一直到我们真正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们真的那时候觉得，志玲有跟我讲说，苏慧伦很漂亮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现在更漂亮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讲的那一首歌啊，我一个人住，对，是志玲在民歌西餐厅很喜欢唱的一首歌。真的哦？对，真的真的。我可以听一下吗？两句有求生命，你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们真的很久没唱，但是试试看。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，你的人真住，我觉得痛带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是我起的东西，我跟他下跪。要走了，真的吗？可以抱一下吗？要走了，要抱抱，要抱抱，一定要，快点啊！要不要？我要好了，唱一遍的。中小动物走九遍。好，我们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我们谢谢慧伦。